这里面呢，我们就提到一个公案呢，在《文昌帝君因骘文广义节录》里面有提到这个公案，就是周安是他的同乡，他家乡的一个世世的中伯啊，中伯就是古代一个官官名，他叫顾喜丑，他在温州呢，浙江温州呢，被副将贺金鸟杀害啊。那么没有多久呢，这个。 顾其丑就降级在他的学生张条鼎的家里，那他就跟张条鼎讲，他说：“我前生误杀一条蛇，这个蛇呢今世转转生为什么贺金尧？六月十六号在江中呢杀害我，这是因果应该承受的。你可以告诉我两个儿子不要报仇。”啊，这个故事让我们有警惕啊。 就是什么？这因果不空啊！那么当时张调鼎呢，他还不知道故宫已经死掉了，他就马上派人到温州去查访。那么当时太昌县人呢，吴姑姐在温州江心寺宴请顾惜丑，第二天顾惜丑就被杀了。你看，他到死的前一天，他还给人家招待到江心市吃饭呢。 第二天就死掉，早晨就被杀害了。那么张条鼎呢，就派渔夫呢四次去找尸体，没有发现。当天晚上，顾启丑就托梦给张条鼎，他说：“我前世是天台山的僧人，他是出家人。你看他前世是出家人，这一世得到福报，担任什么中博。” 中国是古代的官名，他是古代六亲之一，相当于礼部尚书、礼部侍郎，等于当部长了。前世当天台山的僧人，这一世有福报当礼部侍郎，当中国这叫做三四院，前世学佛修行种福，今世得到富贵，那造业就会来生受报。还好他是天台山的天台山的僧人，他有觉照能力，他知道因果。 所以他死了以后，他就知道他前世杀了一条蛇，那条蛇在投胎当他的副将贺金尧。你看到他旁边当了当他副将哦，燕京寨主在你旁边当副将哦，后来把你杀掉了，丢到江里面去，多可怕的因果啊,啊！所以他这个顾惜讲的儿子他。 托梦给他的这个学生呢，告诉他说：“叫我儿子不要报仇，为什么？他不想冤冤相报。他知道，虽然他是出家人再来投胎的，但是不灭因果不是不露因果，是不灭因果然后他怎么跟张调鼎讲呢？他说呢：‘你前世是我的徒孙呐、啊，你看他这次又见面了，变成什么？变成他的学生呐、啊。’” 前世他张条鼎也是出家人呐、啊，但是你是我的徒孙呐、啊，我是天台山的僧人呐、啊，你是我的徒孙呐、啊，到这次来一个当中博，当礼部侍郎、啊，一个呢，也是当他学生，两个有缘。说你你向魔水湾去找，就可以找到我的尸体了。后来张条鼎按照他梦中所讲的方向去找，果然找到尸体。 装入棺棺材，送送回昆山埋葬。这个故事是朱安世居士亲自讲出来的，这是历史真实故事。